小智发现，人类的身边生活着一群成了精的动物。哎呀，我把球的床弄湿了。没事儿，一个狗睡湿床又能咋的？何况他又没看见。哎呦我的妈！他们不仅平时聪明，还经常见义勇为，爱打抱不平。我一天换你先看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不咬人。在与人类相处过程中，他们逐渐学会了人类的语言，并灵活运用。而更有甚至，在耳濡目染中进化成了满级动物。当然，在漫长的相处中，铲屎官自然也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。喂，是狗肉馆吗？对对，是我。这只狗不听话，它老是装睡呀、啊，怎么叫都叫不起来。行，我知道。你到楼下了。行，那您上来啊。最终，成了精的动物与铲屎官逐渐成为了好朋友。关注小智，让你每天都更开心。你们俩对谁哈啊？走呀！